来亮。啊，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今天的议程，今日议程分为讨论事项是继续审查105年度行政院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科技部主管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等附属单位预算案。以上报告事项邀请科技部部长、文化部部长等相关单位就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规划与建制进行专案报告。第二项专案报告我们待协商，好吧。首先我们要处理105年度行政院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科技部主管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等附属单位预算案，请宣读各附属单位预算案预算数及委员针对预算提案增删汇总表之重点。现在我们进行预算案汇总表逐项审查讨论。委员这个好好来啊，我们请议事员圈宣读。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主管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业务计划请参预算书，基金来源374亿7044.73万元，基金用途387亿2647万3000元，本期短处12亿5600万元，结缴国库无列数。105年度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技术发展基金委员提案，第一案委员陈时卫等提案，推动整理科技发展计划，跨部会属执行之科技计划会会分摊。科技部主管作业基金、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业务计划请参阅预算书，业务总收入147亿4423万1000元，业务总支出116亿9733万9000元，本期剩余30亿4689万2000元，结缴国库金额无列数，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51亿5125万1000元，国库增拨基金额6亿9790万元。105年度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委员提案主决议共识案，请参阅书面资料。宣读完毕。啊，谢谢宣读。现在我们进行预算提案总汇整表逐项审查讨论。委员之发言，倘无法获致共识，则先行保留，待后处理。我们现在进行协商。请在场委员列席入座。来，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案。来，第一案。好，来，第一案是由本席的提案啊。请这个科技部针对本席的提案啊，提出书面说明，好不好？再予解冻，好吧？报告什么？有
是有，就是在跨部会所了。啊，针对来委员同意一下，是不是专案报告以书面陈列，还是有问题？如果专案报告，那就另外采取专案报告。专案报告以书面陈列，委员有没有要冻结专案报告？当然要啊。预算怎么处理的？那主席都会要专案报告，这当然对预算有意见了。这些预算有意见，预算有专案报告，有没有这些预算有没有？今天要审的预算有没有？有啊，有专案报告是。提案是没有，提案没有，专案报告是另外一个。现在前面是审我们科发基金，对，可是科发基金跟专案报告，科发专案报告在，专案报告科发基金里面呢？就是这个是我另外加的一个专案报告，他另外对，这是我要求他做的，那要跟人家摆在一起。对，那个是结是这个审完以后结束。不是，因为这笔的预算，今天的科发基金有这笔预算。如果你要这样子，要这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先专案报告完以后再来审预算。因为那如果要审预算，那今天就叫专案报告，专案报告以后再来。好，再开会。专案报告，因为今天。跨的几个部分，我们全部都请他来了呢。因为那个是那天在审预算的时候哈，有讲到这个生活这个实验基地，所以我才说把这个拿出来做报告，这个跟政务相关。好，那如果说现在这样的话，文化部部长要9:30以后才能赶到，因为他从行政院赶过来。对啊，我们没办法，今天没有这个文化，只要专案报告。我们今天就好，那我们就专案报告。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先审预算，我们就审预算，专案报告我。专案报告，那专案报告什么时候专案报告？不是，我本来的意思就是现在第一个议程就是先审预算，先审预算，然后结束以后才开始进行第二个，那个是另外，就是中间会休息一下，我们才从来开始咨询嘛，是报告以后询问大会。没有，他的预算里没有关系，是主席另外，他是另外一个案子。对，我既然今天的预算里面有这个。专案报告相关的预算，那既然要专案报告，预算当然要冻结。等专案报告完了再决定。不是他一定是这样，那否则要专案报告干嘛？不是，那我就认为会有关啊。对。那我就会认为有关啊，因为你既然会排一个专案报告，当然对这笔预算有关，才排专案报告嘛。我今天我不是我完全是。对呀，因为是那天我们在审报告完以后才能审那个这笔相关预算呢。我们是在上次审预算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案子嘛，所以我就认为说，那这个东西有必要大家再更了解，所以我是跟那个预算无关。对，可是跟今天我们跟今天要审的预算有关呢。这如果所以才会隔开，等一下先审预算。如果既然跟预算有关，既然认为要专案报告，要当然应该专案报告完以后才能审预算，才能审这笔预算。其他预算可以科发基金，可是这个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对，我那个报告跟预算无关。对，没有错。你虽然报告和预算无关，可是事实上，今天有这笔预算嘛，跟有这笔相关预算，那我是不是要等于说，那我要看专案报告完以后，你才能够同意这笔预算嘛？因为那个假设要把第二个报告先提前，那就要9:30以后。不是。今天就切开嘛，今天就不讨论刚刚放话，就把预算就表示预算没有问题吧。但是哈，那个真是因为各部会都请来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行了，就下一次的话我们就要对方人啊。既然要专案报告，就表示这个预算有意见。那这个预算有意见，当专案报告完了后，如果没有意见，不，那个时候主席排这个时候没有先跟主席讲。对呀，我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如果是另外找时间专案报告，那就表示这个跟这个预算无关了、啊。那我们就今天审预算了、啊。好，报告委员会，你刚刚都念完了嘛？哈，好，那今天的议程本来有两项啊，刚刚有委员建议，我们。本席原来安排的第二个专案报告，好，这个我们就择日哈再来排，好，这样子在这个今天的议程把它单纯化，好，那也很抱歉啊，因为我们邀请了其他跨部会很多，好，很多官员都到场来准备啊，那我们就是下一次再邀请各位来，好吗？
那我们就可以先行。可是我今天来是为了你下一个案子来的。有些跨部会是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跨部会，里面有文化部、卫福部、农委会等等，跟这个专案。好，跟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规划跟建制有关的部会，今天我们都邀请来了。好，那我们就择日哈再另邀。好，谢谢各位啊，那辛苦各位。那跟我们预算无关的那个部会，我们就可以先行。那文化部今天不用来吗？对，这今天是科技部科发基金。好，来，我做以上宣告。那谢谢各位。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处理。就刚刚，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但是大家，这样子吧。这样子啦，主席，我建议啦，我们今天先审预算，哈，我们预算审到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审完，就接下来啊，下一个议案。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嘛，但是现在这个委员有不一样的看法。蒋委员他是说，因为没有专案报告，所以不能先审预算，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里面的一个客户不是主席啊，因为今天是审科发基金，可是基金审完以后会有一个专案报告，那这个专案报告又跟今天的科发基金有关，相预算有相连，所以我刚刚在问科技部到底有没有相连的预算。如果是有相连的预算，那既然要专案报告，那当然就表示对预算有关系，有意见，那当然是应该专案报告完以后再来审预算嘛，而不应该是先审预算。那蒋委员的意思是说，那蒋委员你说应该那个报告先再来审预算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主席确认说先来审预算，如果是跟预算有关的话，当然是应该要先报告然后再审预算嘛。是这样子哈，跟委员会报告。事实上我今天安排这个专案报告是跟预算无关，是就这个案子它的内容，我认为有必要让所有的委员们透过质询更了解他这个行政院在做这样的规划是往什么方向，因为它是一个未来的生活的实验场域嘛，这个是我们应该都很关心的。所以今天的议程安排是前面先审科发基金完毕之后，我们会稍作休息，然后才进行第二个议题，叫做专案报告。那当初安排这个是跟预算无关的，不是主席啊，因为对中心新村的问题我一向非常关心，我今天来我主要的目的也是要专案报告，对不对主席啊？因为我今天来的目的也是跟黄委员一样，想了解中心新村的这个专案报告。可是如果你今天把专案报告摆在这边，那等一下要审到有关这个中心新村的预算，我一定是要冻结啊，等专案报告完以后再来审议啊，一定是这样啊。我们有多少预算是跟中心村那个案子是有关系的，那就那一个先搁置啊，对啊，就那个先保留啊。我建议一下啦，这样好不好？如果跟这个计划委员们如果有意见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就到时候提到那个我们党团预算那个协商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提案？好，这是一个选项。不需要那个时候提案，我不见得会参加。但是我一定会去代表各位。不见得会参加。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对不起，这个那个计划多少钱？那两亿就冻结嘛，等专案报告完以后再来审嘛。我想就不要这么复杂，因为照程序是这样的嘛。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把第二个专案报告先放前面，好，这如果可以的话，但是这要在9:30之后，因为我原来是通知文化部，就是9:30之后。两亿，如果我们现在先决定两亿，先两亿再处理，对对对。程序照走了，那个部分就是蒋委员是，对啦，好不好？这两亿部分就冻结就好了。就照我今天的议程这样。对啦，好，对啦，好，那谢谢各位委员啊，那谢谢各位委员的那个哈支持。好，来，我们先来进行哈。主席，好，第一案哈，好，来，第一案我们请这个科技部啊送书面，
好不好？送书面。好，在这个计划如何的执行？好，来再照就予以。主席，我有意见。做一个书面报告。那个部长，部长，您说你今天在书面报告里面有的是不是 ？OK。好，主席。好了，来，请枪第一案哦，第一案。刚刚已经然后就照列了哈，然后用书面。就第一案作为建议案，好不好？然后提供这个书面的报告。好，列为建议案。好，然后提供书面报告。好。第一案是。就是。科技发展计划嘛哈，好，主席这一个案子哈。哎，好，我有意见了哈。我们台湾整体的科技发展计划是我们科技部哈在掌理推动哈。我们现在台湾面临非常严重的人才外流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专院校的顶尖的教授人才最近都被挖角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我们一筹莫展了，没有对策啊。然后最近啊，在科技部的官网上面啊，竟然我们还帮对岸中国他们的某一个学校啊，在帮他们征才，这个太讽刺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好，听说这一个官网上面放这一个帮中国征才的讯息啊，从九月份就开始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科技部都要经过媒体报道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事情吗？还是长期以来我们科技部就默认我们科技部是可以帮中国的学校来征才，这个可能今天要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那这个信息，征才的讯息是怎么放上去的呢？我们科技部都没有设防吗？那你看到那个官网，可能啊，我们很多台湾的大学的顶尖的教授还误以为真的科技部鼓励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任教啊，这个影响太严重了。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求科技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好，不只要说清楚，而且你要有惩处的名单。好，部长，请针对这件事情，这个一定要说明，做一个说明，到底是谁犯了错误？科技部一定要有人负责。来，惩处的名单层级到哪里？我觉得今天一定要请科技部做说明一个哈。我想先请林次长哈说明一下这整个来龙去脉。好，我想说明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在国科会时代的话，科技部就提供网页让受补助的单位主要是学校来这个做征才啊的这个广告啊，这是在协助我们的这个受补助的单位，所以这个我们办法讲得很清楚，是受补助的单位才能做这种事。那今天发生这个事最主要就是说登上来的那一位原来是在我们受补助的单位啊，对，那他后来他不是教授是研究人员，那后来离开然后之后就擅自的送上来，那这当然我们是有疏失，是不应该让这个已经不受补助的人员来刊登，所以这件事的话我们是正在检讨看怎么防范。那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学校的人员离开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资讯我们科技部并不会拿到 OK， 所以我们也考虑到说，如果真的要继续让学校来刊登这种资讯的话，应该是经由学校来做而不是个人，因为学校不可能离开或怎么样，一定都是我们受补助的单位，那这样就很明确了。好，是疏失是谁疏失？哪一个科技部的哪一个单位疏失？我想这个疏失最后的主管是我 OK，所以你要自请处分咯？是，部长要自请处分咯？那个我想这个事情在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学校可以互相征才，对外征才，这个做法呢是希望让很多学校可以很方便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有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呢就是因为有人离职了离开，然后他到大陆去，那把这个资讯就泼上去。我想这个事情，对，我想我们就是现在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们就把它。你们以后要怎么防范呢？第一个就是你能够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我们对，就是说离职了就是账号就一定把它给取消了嘛。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离职的事情呢，我们其实还隔着一个学校，
学校离职他不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要求这样的事情。这个征才的讯息放在这个官网多久？我想要了解，我想要了解，就是说你们难道都没有人去看这个官网的内容，然后就任凭他就放在把这个讯息放在你们的网站上面，从九月份到现在，然后你们也都哦，好像习以为常啊，好像帮中国的学校来征才，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啊，次长，请说明。就是您讲的这个没有错，就是说这不应该发生了。那过去就我们的了解也没有发生过。好，但因为学术界大家都会遵守这个规定来进行啊。OK， 所以因为我们普通放上去以后的话，科技部有很多相关的资讯，好一直在流通。好，那除非是感兴趣要找工作人才特别会去看。所以我建议了好不好，我建议了、啊、因为哈其实这个科技部真的是我们国家人才哈那个这个媒合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两个步骤，一个就是上传资料的这个资格限定跟系统要设计，第二个就是说这是因为学校跟我们国科技部并没有一个权利义务的通报。好，这个是不是看可不可以去把它那个做一个追踪或者是协调，让以后只要有参与国科我们科技部补助案的学校哈，这个人员异动的时候，尤其是研究人员，好给通报我们一下，那我们可以做两个圈圈的一个防范。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应该次长你在积极的督导就是应该的啦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讲到惩处有点严重哈。那不过黄委员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觉得要以正视听啦、啊、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顶尖的人才外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知道中国好几个大学他们都透过很多个管道要把我们顶尖的人才吸引到他们那边去了，结果我们自己科技部的网站还鼓励大家去那边征才，这实在是太讽刺了。我们绝对不是鼓励啦，哦，不，你这个问题就有这样子问题跑出来嘛，所以科技部一定要处理，啊、哦，一定要以正视听，而且一定要有惩处的名单，好不好？不然你没有办法遏制啊。先调查啦，先调查好不好？那后续再看这个调查结果如何哈。那我比较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个讯息可以放在那个网站那么久，科技部都不为所动？好，那部长，为什么？我想就是我们回去检讨就对了。委员，什么原因呢？这个什么原因呢？如果放下去，当天你就应该要求把它下来了，怎么会还可以放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当然会。啊，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怎么会不知道呢？对，科技部的官网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是次长是谁在负责？当然，官网都是谁负责？技术至少那个要惩处吧。技术是要惩处吧，是我们会这个检讨，然后会请科技部是提一个惩处名单，是好不好？好，我们跟委员再做后续报告哈。好，我们的第一案哈，我们的处理是冻结500万加书面报告，然后就可以解冻。那么现在进行我们上次的保留案是蒋乃馨委员的提案，好，这个是在105年我们编列的29亿4516万3000元作为永续发展研究、海洋科学研究、应用科技部会合作研究、防灾科技研究、性别科技研究等等。好，那委员好，这个有询问的地方，然后也有提冻结的数字。好，来科技部，来请蒋委员先。这个哈，是这个我的原先的提案是冻结5亿5000万嘛，哈。那当然这段时间前瞻师也跟我沟通过啊，我也了解了。那基本上我对这些前瞻师的说明啊，我可以做某种程度的接受。啊，那可是呢，今天呢，因为就是中兴新村高点园区的这个2亿也是在科发基金里面。啊，那说实在的，原先我们还没有注意这笔预算到底是怎么样状况。那主席安排了以后，专案报告以后，我们就深入了解，这个2亿根本行政院还没有核定。行政院核定吗？在预算里面，可是不在预算里面的东西不表示行政院有核定哦。行政院，你这个中心新村的这个整个作业，这个有核定吗？你把核定的文给我看。
们其实不大可能说所有的计划都要一个正式的行政院的核定。当然要了。我们这么多不是嘛？你这没有行政院核定，到时候行政院改来改。我们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是文化部也是一样，很多的计划行政院报，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没有核定，我们就没办法审。那这个计划一共要多少钱？只要今年的2亿就全部解决了吗？你讲的是中心新村这个中心新村，中心要跟这个你在提这个29亿这个东西，未来因为只是生活实验场。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在处理的是这个案子，这个是29亿，这个不是吗？不是这个。这个科发基金里面有没有2亿是？有。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或规划有，对有吗？有，对不对？那将来你这个规划整个经费要多少钱？就是那个就是2亿。两亿就全部做完了？没有，2亿就是先期，就是到100。对嘛？那整个要多少钱嘛？对，但之后的话是在各部会要做营运，那些叫文化部的他们，我们这个在科发基金就第一年。那你2亿，你今年只修中间有5000多万，对不对？没有，5000多万是修15栋左右的房子。我们等一下会有详细的，就是跟这个预算有关嘛。我知道，所以为什么我说应该是要先报告后审预算的原因就在这里嘛。我们今天本来就有准备要报告的事情啊，所以我这程序上我应该是先报告，我们了解完以后我们再来审预算，这才是我刚刚提的意思。那你现在要先审预算，我还是要询问这些问题嘛，是，对不对？当这些问题没有状况就报告之前。对，那现在就是说委员提的这个29亿，这个是不是那个计划了？对，我知道不是计划，可是我是针对科发基金，我动了5亿，当时我现在要求动2亿，我动2亿就是中心新村未来优质生活场域规划。就是我们指定冻结，就是刚刚那个未来生活那个实验场域规划的这个经费里头，哈。其他的我就没有意见，我们就其他就解冻。对对对，注意那个。不是，现在是审预算，怎么可以先回来再？不是那个啦，蒋委员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指定先冻结这个未来生活那个，因为我们刚刚也在讲说保留嘛，这其他我们先过嘛，就指明是未来优质生活场域的这个部分的2亿，是不好？好。我们就做这样的预算案报告以后，因为没有议程再来处理这笔预算嘛。是是，你要下个礼拜还在下礼拜再排再处理这个预算，那是另外主席在排嘛。好，我们程序才完成吧。好，我们就按照蒋委员的哈这个主张，这个保留案呢，我们指定冻结2亿，在那个未来生活实验场域规划哈这个计划里头，其他的我们就照。只冻结这部分哈，那个等一下专案报告完以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冻结案。好，接着我们进行主决议2到5，委员都在吗？好，是不是遵照办理？没有问题。好，第三案也没有问题。好，第四案没有问题。好，第五案没有问题。好，这个接下来我们进行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总共有4个主决议。好，请问一下，好，第一案没有问题，第二案没有问题，第三案没问题，第四案没有问题。好，全部遵照办理。是。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就做一个宣告。好。请宣读105年度行政院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科技部主管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等附属单位预算案审查讨论协商获致之内容。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有关推动整体科技发展计划24跨部会署执行之科技计划之二，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二挂幅三，
创意台湾智慧政府计划预算冻结5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解冻。有关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计划冻结2亿元。另外通过有关主决议4项。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业务计划随同基金来源用途别调整，基金来源374亿7047万3000元照列，基金用途387亿2643万3000元照列，本期短处12亿5600万元照列，结缴国库无列数。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为基金部分，业务计划随同业务总收入总支出调整，业务总收入147亿4423万1000元照列，业务总支出116亿9733万9000元照列，本期剩余30亿4689万2000元照列，结缴国库金额无列数，转投资计划无列数，固定资产是建设改良扩充51亿5125万1000元照列，国库增拨基金额6亿9790万元照列。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为基金通过主决议4项。有关协商内容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105年度行政院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科技部主管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等附属单位预算案已经审查完毕。决议如下。依宣读之审查讨论协商内容通过，委员提案未涉及之部分预算均予照列，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那么我们现在稍微休息10分钟，我们把座位调整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要来进行第二个专案报告啊。那我们先把议事人员请协助一下，好，那我们待会专案报告完哈，如果有这个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是不是处理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个2亿的冻结案？好，来，议事人员请协助。